欢迎来到台北的地标，台北101。现在上去五楼的观景台售票处。在观景台售票处买完票，往入口处前进，这里要安全检查。2004到2015年世界最快速电梯证书。直接到了89楼。各位贵宾，请看两侧荧幕显示楼层、高度、速度及时间。Please look at the screens on both sides, indicating floor, height, speed and time. 両サイドのモニターをご覧ください。このエレベーターの高さ、スピード、時間、位置を表しています。两种モニターで可使用。エレベーターは金属の P、速度は時間で可使用しました。我们已经抵达，谢谢。We have arrived at the observatory. Thank you. 행복한데가자이몽도착하였습니다감사합니다从五楼到89楼只需37秒。台北101油桶。
国父纪念馆，像极了 iPhone 喷水池。台北小巨蛋，台北大巨蛋。基隆河，风祖尼宝宝，风祖尼宝宝的身体就是由101大楼的镇楼之宝风祖尼球演变而来，眼睛和嘴巴就是101。下来88楼看风祖尼球。目前世界最大的风祖尼器在上海中心大厦。风祖尼球的作用在当大楼因风力地震摆动时产生反作用力，将大楼稳定下来，将660公吨重的阻尼器挂在87至92楼，是全球唯二开放观赏的巨型阻尼器。
88。记得来88楼喝一杯棉花糖云朵咖啡。准备下楼了。您可以吞咽口水以减缓耳朵的不适。You may swallow to equalize your pressure. 耳が痛くなる場合、唾を飲み込んでください。이가모모하시면침을삼키세요。各位贵宾，谢谢参观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hank you for your visit. お客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방문해주셔서감사합니다。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下次见了 ，Bye。88楼下至5楼只需45秒。